接下来我们透过这一个简单的案例来进一步了解合成的作用。首先，我已经将素材置入了专案面板，也就是在游标所在的这一个区域，并且已经针对基本的素材进行了相关的编辑，也设定了基本的动作。目前画面中只有一辆汽车，我们需要再增加它的一些丰富性。在车子上摆上一个人，会让画面看起来更有丰富性。我们在准备阶段已经完成了相关影像的处理，以方便在 AE 中进一步的运用。现在我们在汽车的合成区域摆上了一位人物，而原本在最终输出的区域之中，也就增加了这一个角色。接下来，我们要在这一个空白的背景上面增加街道，将已经准备好的街道素材置入。我们可以注意到前景汽车与背景街道的清晰程度是一致的，比较无法区分出前后的空间，于是我们可以在原来背景的地方增加模糊的效果，使前后的空间可以区隔开来。我们可以观察到前景与背景的关系，前景似乎是服贴在背景之上。这时候我们回到汽车的合成区域，增加汽车的影子，再回到输出的合成区域来观察，我们可以发现车子这时候与背景的空间前后就有所区隔。接下来我们要在这辆汽车上面再增加一些视觉的元素，例如在汽车车身上贴上英国的国旗，我们就可以在最终的输出成果上面看到车子已经有所改变。如果不满意的话，我们还可以再做调整。我们在这辆车子上面再增加轮胎的涂层，轮胎是来自另外一个合成的区域，在这里面我们已经将转动设定好了，因此只要回到汽车的涂层之中，合成区域之中，我们就可以看到轮胎是转动的。回到最后的一个结果，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观察到这样所带来的视觉上的改变。如果我们想替换背景，只要回到背景的区域，选择我们原来准备的另外的素材置换上去，我们再回到最终的结果，就可以看到这时候背景已经换成另外一个街景。同样的，我们想换个轮胎，就回到轮胎的合成区，例如说将轮胎换成棒球，我们再回到最终的画面，就可以看到
这时候轮胎已经换成棒球了。想换辆车，我们来到汽车的合成区，找到我们所准备好的材料，替换上去就可以达到我们所要的效果。这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最终输出的一个结果已经替换成蓝色的汽车。一些需要调整的设定再回到汽车层去做调整，即可得到更好的一个结果。合成是动态影像处理与数位特效的精华，善用合成的设定可以让我们在制作影片的时候更加事半功倍。